色。转向回来嘞。转向，我也转过了。这才是我要的深蓝钥匙。加个氮气，应该不会有人发现。我要转过了。转向，太神啦！想不到这个车竟然如此丝滑啊！各位，勋章刻起来。这个转向太舒服啦！哇，这个转向，敏感性，深蓝钥匙，啊，目标。这转向，等一下，深蓝钥匙的转向，自从回来了之后，操作起来好流畅哦，太舒服了。手机三指跟平板三指差哪里？差在画面比较大，比较好按哪里？转向太好，转向太好。这续得到吗？全员续。续不到。哇，转向舒服，连续摆渡弯，
真好。找一个小分，那这转向真的太棒了！你们有刻勋章车的，这个车该掏出来了，真的是该掏出来了，太舒服了！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修的，默默的就修了，你就可以跑空港庆祝啊！先不要，我觉得庆祝有很多种方式，可以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庆祝，不用那么激烈。应该用进阶的，小兵小兵，没办法换宠物啊，要挂着无常小黑跑这个图，那这个转向也是舒服。转向太好了，也是个问题，差点沃克了。哎呀，要刷极速之巅吗？不刷不刷，我一点都不极限，没办法刷那个这么高强度的记录。等一下，我要再问你们一次问题咯，也要再问你们 YT 的问题咯。我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，其实我有时候可能会想玩一些，去玩一些，类似小游戏啊，啊，忘记了，这个不是。类似就是一些像素的，像素的一些小游戏啦，或者是别的剧情类的游戏，在 YT 可能就没那么适合。但也不是说没那么适合，说不定只是我没有尝试过而已。刚本来想说提到猫猫的，然后想到今天草草请了一个漂亮的大姐姐来家里，然后来帮我们家的芝麻洗澡啊，汤圆没妈洗，她大概会咬死她。然后芝麻就很可怜，你们知道吗？芝麻就一副很可怜委屈巴巴的样子，被套了那个头套，然后就开始洗澡，然后各种窝在那个浴室的角落想要挣脱。汤圆呢不用洗，汤圆很香啊，汤圆是我闻过最香的猫了。汤圆他从出生到现在两年了，到现在都没有洗过澡，什么味道？就是一个淡淡的猫香味。所以汤圆他不洗澡也没差，他自己也很喜欢理毛，他是理得干干净净的。但芝麻的话，那个毛都乱理一通，每次看到芝麻的那个尾巴，就觉得哦，看你到底是不是一只猫，像极了我刚睡醒的头发。
转向好的时候，车跟鬼一样。直接弹，但操作没跟上。新纪录，哇，脱飘了。